据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来自伦敦24岁的纳迪亚是金卡戴珊的一名狂热粉丝，她想把自己的身材改造得和卡戴珊一样性感，因此沉迷于各种丰胸、丰臀、丰唇术。据悉，纳迪亚带有阿根廷血统，她觉得自己小时候长得像个假小子，但是她在十几岁时乳房就开始迅速发育到翼罩杯，这在同龄孩子当中已经算是很大了，但是他对此并不满足，于是在20岁时进行了第一次隆胸手术，向胸部注入了 700cc 的硅胶。三年后，也就是2017年时再次进行隆胸手术，注入1100立方厘米硅胶，最终将胸部扩大到 J 罩杯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进行了臀部提升术，让自己的曲线看起来更完美。同时，他还仿照卡戴珊进行了丰唇和脱毛，总的手术费用累计起来超过几十万元。他说，在阿根廷看完类似 Miss Tampam 和 Miss Rave 这样的比赛时，觉得那些丰乳肥臀的模特才是他的偶像，感觉他们就像女神一样自带光环，走到哪里都非常吸睛。